有称名一法，这就是称阿弥陀佛名号修行的这个方法。不择贤愚，不拣男女，若贫若富，若贵若贱，皆可修之。他没有选择，他是平等法。你是圣贤行，你是愚痴也行，男子也行，女人也行。贫穷也能修，富贵也能修。贵是有地位，贱是没有地位。不论贫富贵贱，通通可以修。这样的法门到哪里去找啊？84000法门，要用这些条件的话，许多法门都淘汰掉了，唯独持名念佛，统统具足。故知此经所示，这个此经就是弥陀经讲的小本，当然小本如是，大本不例外。大本小本是一部经，一个说的简单，一个说的详细。那么对知识分子，对现代人，是要讲的详细一点，不详细他不了解，他不能接受。弥陀经可以戒引，善根福德因缘深厚的，那善根福德差一点的无量寿经好。他听无量寿经说，他会相信。那涉及至广之法门，摄受众生呐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法门的当机者，符合这个法门的条件的人，太多太多了，可以说是找不到一个人不适合修这个法门的人，找不到，人人都可以修，人人都可以往生，人人都可以一生成佛，这还得了吗？不得了啊！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这也是我们不能不认真学习的。84000法门，其他的法门没有把握成就。唯独这个法门，真是善道大师所说的“万修万人去”啊！我们要相信这句话了。只要你不违背菩提心，你能随顺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你就决定成就了。那么在一切经里头，一切法门里面，要说到涉及真正做到至广至大
那只有这部经。除这部经之外，你就找不到第二部。